我叫杰西，是一个不记仇的人，因为我有仇从不隔夜。就比如说现在，好不容易带狐狸闯一把圣坛，竟然在玄武被三队攻击。这一局虽然距离较远，但是我们的目标依旧明确，那就是玄武圣坛。这一次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双，先出了这口恶气再说。嗯，有人，狐狸去抢车，我拦着他。兄弟，我的车岂是你能蹭的？乖乖下去吧。不好，有车比我们快一步。狐狸，作文符号，我要飙车技了。想开圣坛，给我倒。还有一个，兄弟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现在跑路还来得及，不然的话，哼哼。嗯，还敢蹭我们车，尝尝我狂战士的铁拳吧。轻松拿下玄武圣坛，剩下的就是好好收拾一下敢来到这里的家伙们了。这里的通道是一根水柱，只要是被打倒的人，下场就只有一个，根本没有救援的机会，走的就是这么的安详而又快乐。为了照顾灵杀的狐狸，我主动让出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转而跳到浮空石上，给他以充足的火力支持。这年头，像我这样不争不抢的队友实在是太少了。狐狸，你可要学着点。嗯，不好，有人在打我们的车，可恶，想断我们后路，都给我留下吧。怎么，跟我们玩鱼死网破？你们太天真了。可以呀，竟然能发现我，给你们几颗高空手雷尝尝鲜。想跑，晚了。一个不注意，我竟然只剩40发备弹了，好在我还有把98K。这点子弹足够击倒他们20遍了。才3枪就死了一个，剩下2个人而已，6发子弹解决战斗。哎呀，狐狸啊，关键时刻怎能倒地？这下好了，你下不来，我上不去。你说我是救你呢，还是救你呢？记住，这个人情你可欠大了。嗯，怎么又来一队？糟糕，狐狸危险！迎着敌人的子弹，我奋力向传送水柱游去。狐狸稳住，我来救你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掉出来了？还有机会，看我无敌！死的玄武圣坛竟然又一次把我坑害在这里，我不服，我是杰西，我还会回来的。